第二招神奇的来了。哦，这张是什么牌？空白，没有牌，白板，空白的牌，白色的，北半，白色的。然后呢？没字。这里另外有四张，先放旁边。哦。然后一副牌来，帮我一个忙，随便碰一张牌，碰一下就好。好，碰一张。再选一张，再选第二张吗？对。OK， 所以这张牌呢，我们直接打开来看，这是什么牌？红心六。红心六。对。放这里。OK。这个不需要，而这四张是什么牌？我已经准备好了啊！真的吗？打开看，一样是空白的啊。一二三四，对不对？嗯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四张空白牌呢放到桌子上面，注意看。哦，这个简直是一个幻象的魔术。我要把红心六在你面前把它消失掉。真的吗？出大话，注意看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重新，impossible，四张空白牌，注意看哦，一二三，哎，红心六嘞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真的变不见啊，幻术哎，这真的幻术，而且我们很靠近再看呢，二，空白的，空白，对对对，空白两张，一样啊。反过来给你看，牌背有，对不对？一张、两张，空白。哎，跑哪去呢 ？OK， 跑哪去？跑哪去？有没有注意这张空白的扑克牌？它还是空白的啊。对啊。仔细看，在你面前，我们把它放到两张空白牌的中间。是。不可能。一、二、三。